啊，待会我们休息中场啊，同学再让你去换，还有准备茶了哈。今天师傅有雅兴，我会唱一首宋代的词给你们听了，青春酒好不好？好吧，等下要你们拍烂手掌啊！来，同学，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好，同学，我们在其实我们是在就还是在就是三乘功法，主要是提到啊，罗汉、菩萨、佛陀是什么啊？这是个比较大的课题哈、哦。那我们呢是需要了解他们是谁？因为啊，在佛法里面呢、啊，其实我们的选择哈、哦，就是一的成阿罗汉，不然就是成佛。所以呢，对于他们的功德啊，要理解过呢，而且感觉啊，可以产生很想成为哈、哦，可以成为阿罗汉或者佛的。的愿哦，这个就是我们弘法者一个大的挑战，因为啊，通常啊，同学啊，你们对阿罗汉呢、啊，对不对哈、哦？叫你手机一下。对阿罗汉呢、啊，都是很陌生哦。那么呢，在成佛的话呢，去到四面佛都是很伟大、很高高在上的，根本没有想过我可以成佛，对不对，同学？北川同学，对不对？根本都没有想到啊，我要成佛。那么，其实昨天师父带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也是发现啊，要把他的功德啊讲到你可以 feel 啊，也还可不容易的啊。所以可想佛经啊，哈，真的没有办法。有时候啊，哈，用我们凡夫的想法去度测，所以我们只有通过一些文字上的推论，然后呢，也是啊，就是走一步啊，见一步这样哦。为什么这样讲？同学，同学想看啊，如果啊，你本身呢、啊、有说理财的，对不对？哦，好像我们讲哦，我们要。有一天像 Bill Gates 或者是 Warren Buffett 这样，哇，你觉得很难的，哇，他们那么多亿身家，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先 set 目标说，哦，我要成为大马的首富，十大首富先，哎，听了又好像容易很多，对不对？那么大马的十大首富的话，也可能很难。那大马我们打进50大首富先，哎，听了又容易很多。那五十大首富从哪里开始？先从一桶金开始。那如果你有策略哦，可以。把一桶金啊，在几年变100桶金，哎，听了又好像比较容易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的目标设定就是要这样切割、切割、切割、切割到眼前可以做得到的。那成佛也是的，所以待会啊，成佛哦，你们听到他的那一些，那些时间跟功德哦，就好像感觉好像哇，要你成为 Warren Buffett 啊，这样几百过几十亿身家这样哦啊，所以我们的做法也是一样，会把它切割、切割、切割到当下可以做的哦。这样比较可行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同学哦。在上几堂课里面呢，什么是罗汉呢、啊？主要是罗汉呢、啊、修行的名目哦，就是声闻跟缘觉啊。声闻是就是4地37菩提分，然后呢过后呢缘觉是12因缘法了。那么菩萨道主要是修6度波罗蜜这样子哦。然后呢就是呢我们呢在上一堂课还有提到啊，就是小乘涅槃呢、啊、是由断了我执烦恼的。那菩萨道是可以断到法执了的，然后我们呢，其实上个堂课已经稍微有提到，其实菩萨哈、哦、要3大阿僧祇劫哈、哦、来成佛的哈、哦。那么这3大阿僧祇劫的路啊哈、哦，它是怎么样子走啊？大体上就是3大阿僧祇劫是，因为菩萨啊有分信住行回向啊等地哈、哦、有5个位，那么呢从信住行啊哈回向4个位，大概是1个大阿僧祇劫了。一个大阿僧祇劫，漫长的时间。上一堂课啊，就是说用仙女哦，就是100年哦，就是画一次石头的那个譬喻哦，这样子，所以我们非常漫长。那么呢，这个过后啊，第一大阿僧祇劫就进入登地啊，从初地到七地，第二大阿僧祇劫。那么登地菩萨是哪一些菩萨？是身为菩萨，一般上我们现在啊提到啊那些观音啊、文殊菩萨，全部都是属于登地菩萨来的。那么呢，过呢从大地哦到成佛，另外一个大阿僧祇劫啊。那么目前阿罗汉呢、啊、哦，真的的智慧哦是可以到七地的，他 level 是蛮高下的，七八地可以到的哦。所以我们上堂课已经稍微有提到一个这样哦，那就是时间观的部分，在下一堂课哦我们会更进一步去说明它。好，来，就是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这里啊，其实这一段开始啊。好，请荣顺读一读，有请荣顺呢。好，其实如照《法华经》的观点，真的阿罗汉必定能回小向大，把华会上的诸大菩萨
比啊，度大比丘、比丘尼也多从小乘入大乘的阿罗汉，非小相大也有两种人，一种是相一相修的小乘人，如果再从罗汉位上回入大乘，变得从大乘起心位上修大乘法；一种是曾经修过大乘法，后来退入小乘道的的罗汉位后再进大乘道，那就连带他们先前修过的大乘位加起来算了。比如舍利佛在往昔中已曾修到第七位的大乘位，后来退入小乘证得罗汉果后再来进入大乘一样。大致说来，如果曾修习大乘法，退世之后再入大乘法，一念回向向上，即可进入初住位，或曾经已有深厚的大乘基础，退世之后再入大乘，一心回心，即可证入初地以上的菩萨圣位的。当然，罗汉回小相大，只是福业不够大乘的圣位，他们的慧业解脱功能，皆也不会连带做推入凡位的。佛是佛陀的简称，佛陀的果位是菩萨道的究竟位，所以也可将罗汉称为究竟菩萨。佛陀果位也是解脱道的究竟位，故也可将佛陀称为究竟阿罗汉。阿罗汉由因受人天人供养而作天人福田的意思，因此因供也是佛陀的十大德号之一。佛陀是自解决他解满而无上正偏正觉的意思，菩萨是解有情自解决他而正偏觉知的意思。小乘的延伸缘觉也是正觉或自觉的意思，天人凡夫便是为个正觉的痴呆汉了。所以现在将五乘以上所得的菩提觉的程度表列如下。好，来我们先消化，还蛮多名相需要把它搞清的。好，同学，这些你们都不用担忧，in the future 应该也是会开成佛之道，也鼓励你们上，因为这一个呢是属于 SRP 程度，你应该要上去成佛之道 SPM 的程度，那么这一些会更仔细的，你会 再更学得到的，所以以你的兴趣啊，要多深刻理解，以你兴趣来决定。
好了，同学可以 Zoom 表态了，画好了。好，感谢同学，我们就开始去上课哈。OK 哈 ，OK 这边我看到讲讲，我看一下先啦，这一边哈，小钟 ，OK， 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哈，来等下小钟哈，我帮你改一改哈，因为那个 programmer 他会有点 confuse 哈，我帮你改，就直接用中间符就好了，小钟哈 ，OK 哈啊。就 consistently 这样帮你这样改这样子哈，他那个括弧那些 programmer 讲尽量不要用括弧或者 slash 啦，好 ，OK， 好，来我们继续上课，其他的名字没有问题哈，同学啊，其实我们现在啊要谈到个课题啊，是叫做回小向大，回小向大其实跟一部经叫做《法华经》啊，哈，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同学按照历史来讲啊，佛教历史来讲。法华经啊，其实啊，大概是在公元呢一世纪的时候啊，已经进行结集哈、哦。那么呢，在佛教历史啊，是属于第四次结集。而这个法华经本身啊，它的结集的地点呢、啊，哈、哦，是在一个、啊、非常啊漂亮的地方，就是在 Kashmir and Jammu 的这个地方，就加士米罗一带进行结集的。但这个法华经本身是属于大乘经来的。这法华经本身呢、是个大乘经来的、看、是非常漂亮的地方、法华经本身是大乘经，那么呢它大乘里面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提到的呢就是、一个回小向大的一个内容来的。所以同学Kashmir and Jammu 就是在西北印这一带啦、那么呢当时其实翻译的人呢、也是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个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新疆的一个法师，就是鸠摩罗什法师 Kumara Jiwa， 就是这一位了、目前呢在中国啊就是Kazakh 这山洞里面还看得到，这个就是代表他，是他进行翻译的，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已经翻译出来了，蛮早期，非常影响北传佛教，就是华人的世界，那就是阿罗汉本身是可以回小向大。所以呢，按照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它原来有两种回小向大的方法，一个就是它本身是它先修阿罗汉，过呢修成阿罗汉再来回小向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呢它本身它是修大乘，然后它 downgrade 退心的，过呢又再修大乘。这样的情况、那么同学、怎么讲会 downgrade 呢、其实同学会的，像关于舍利弗的典故、这个应该南传是没有，但是在北传有的、话说、舍利弗本身、曾经、他就是、有就是修过就是、这个菩萨道的，按照北传的经典里面、有提到、这个是、舍利弗本身，那么呢但是、就是在他修菩萨道的时候啊当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是、曾经、有人跟他要求过眼睛、这样子其实不是眼睛看到吗，六十节中不是眼睛、但是、他不是眼睛的时候、有被嫌弃过的其实、这个舍利弗、没有 picture 了、这个舍利子、他是、是有被嫌弃过的、舍利弗、是有被嫌弃过的，因为他就是被嫌弃的缘故啊，所以呢他就退心了了，所以啊他就又变成倒回成为罗汉这样子了，所以你看到看到吗，同学有典故的，看到吗，舍利弗挖自己的眼睛过又复明，是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典故的了，所以呢，在菩萨道里面，就是回小向大有一个这样的讲法，不过师父想稍微提一提哦，回小向法华经回小向大的方法。它是非常影响北传，但不是佛经里面唯一的讲法。那么第二个讲法就是三乘公正，意思就是说是迦牟尼佛对三乘都赞叹的，那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佛的、你也可以成阿罗汉、声闻缘觉、佛都 OK 的，所以有两类讲法、那师父这边呢普遍是采取第二个讲法，就是说你要成为阿罗汉
也是 OK 的，不一定要非要成佛不可，不一定的、哦、就是所以呢，这就是经我们的经典有很多类型啊造成的、哦、那法华经呢，就是这样子讲哈、啊，所以法华经是有的，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两类特色。那如果是以法华经特色，就是所有的阿罗汉，只有一条路就是成佛，他都回想向大的、啊。那么呢，但是呢，虽然是说、啊、有进进退退，但是一般上他曾经修过菩萨道的话，对不对？他退了，但是他一发心的话，他马上就进入等地菩萨，通常 level 是非常高、哦啊、这是经论里面记载是这样。同学、啊、一般上、啊、所谓的、修佛的道路，对不对？他是富慧双修两条路来的，慧、啊、是让他迈向解脱的 ，OK， 就是让他证悟涅槃。福的部分呢，通过修布施波罗蜜，让他、哦、可以色身庄严的这样的情形、哦啊、那么呢，刚刚同学，你们划线那个引文，他就提到了，他说啊，即使是啊，他本身啊，他退心的哈，那个菩萨退心的，他本身他是福的部分，他退心都好，罗汉本身啊，他不要修都好，他的慧啊，解脱那个部分不会 downgrade， 还是保持的，哦，他就继续以罗汉的慧在 maintain 这样子了，哦，啊，不过这类型讲法呢，在目前的南传是没有经论这样的讲法的，这个是在我们北传里面的哈。有流传到这样子的大乘经呢？好，来同学，我们再看一看。好，然后呢，这边就是有提到 啊所以呢，我看一下先哈、啊、这个法华经提到两种了哈、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啊、这里有提到舍利佛的部分哈、啊。好，然后呢，这边有提到他是第七住了，后来就退步了。那就是之前有给过那个图，同学看了哈，信住行回向的那个图表之类哈，这一些呢，大体上的经典有提到的话哈，比方说《华严经》啊，《菩萨璎珞经》都是这类型的经典，有提到这一些阶位这样子。那我们呢，通常哈也是需要有这些菩萨的阶位，我们才可以说明得到啊，北传的四大菩萨，或者是菩萨显灵哈，那到底他们是什么来的？他们是谁来的？所以在南传呢，因为他们没有这类型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啊，他们可能也看不到的，我也不懂啊，他们可能也看不到啊。但我们看到的话，所以有人说啊，哦，梦到地藏菩萨啊，什么什么之类啊，我们就会有个菩萨道的架构哦，去说明哦，你四大名山，你看到什么菩萨显明，他的来龙去脉是如何啊？有一个所以然可以讲出来了 ，OK， 可以理解吗？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然后呢，这边就提到啊哈，如果是先前修过大乘法过后退世哈，啊，一念回心向善，即可进入诸位哈，啊，这个是已经有深厚的根基，就是他 downgrade 之后再发心就可以进到初住了哈，信住行回向，这是 level two 来的诸位哈，好，过后呢，有一些退世了的哈。有这很深入根基的话，一回心，回向哦，就到初地了。同学，登地菩萨是圣位菩萨来的，看到吗？哎，啊，这个是圣位菩萨来的啊。圣位菩萨，我们指的四大菩萨都是属于圣位了，哦，大概是这样。啊，那么接着下来呀，啊，也是一些名相上的一些理解了哈。也是一些名相上的理解。那这些名相上里面呢，大体上我们对佛有几种称号，一个是究竟菩萨，菩萨主要是自利利他 ，OK 哈，然后觉心圆满了就成佛。第二呢是究竟阿罗汉啊，因为在早期啊，同学啊，如果是按照佛教历史啊，同学你们看一下啊，如果是按照历史啊，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啊，看一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对不对，这类型的经典，啊，就原始部派的时候，是他们呢，佛跟阿罗汉的功德很靠近的，在这段期间的佛法里面，但是到了初期大乘之后，罗汉跟佛的功德就差很远了，甚至有贬阿罗汉的倾向了，所以呢，这一些时代的经典，在南传国家最流行，这些北传也有传道区，但是北传，啊，在北传，啊，就是中国之类的国家，哦，这类的经典，哦，不流行，哦，啊，对不到中国人的口味，哦，哈哈，反正初期大乘经就对得到中国人口味，所以像维摩诘经这一些，哦，啊，就是维摩诘居士，啊，会骂
骂声闻弟子啊，类似这些哦，都变到我们常常会熟悉听到，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经典啊，大圣经谈空慧哦，对得到华人的口味啊，所以就这个缘故，有时经典到来哦，但是啊，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关系，他不会那么喜欢，就流行不到，所以反而现在在马来西亚现象比较独特。因为同学，你看呢、啊，你们呢、啊？你们也不止来二地学习，南北藏都学习，所以你们的 exposure 是很全面的，比起在中国里面的佛教了，哦，你们是很全面的。像以前在中国啊，没有我们这种学佛第一步啊，或者是成佛之道这种 general subject 没有的，一下就 specify 这个宗派，所以他一下就太早 specify， 就好像你没有读、啊、SPM、SDPM 啊，一下、啊、你小学就跳去拿医科啊、拿艺术这样啊、拿唱歌这样啊，它 exposure 不够广的，你未必会选对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呢，而且你也不了解别人，经常会批判别人的啊。所以呢，你是如果啊 ，art stream 啊、science stream 啊，还有就是 commerce， 全部你读过对不对？你不会笑学艺术的人的，你知道啊，这种学艺术的人在欧美啊是很吃香，也可以很。也可以为了兴趣而生活，也可以不为金钱而工作的哦。但是问题你不了解的话，你就很可能会批评到这样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南北藏传你都理解啊，就可以避免批评啊。如果你的那个基础够啊，对他们的佛法的教育，南北藏传你都理解哦、啊，就可以避免掉一些批评了的了啊。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同学。好，过后呢，这个就是所提到的。然后呢，这边呢，就是此外啊，他讲佛陀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哦，好是这样。好，来我们呢去冥想上做点理解了哈、哦。来，这个就是《法华经》哦。同学，《法华经》我们 wiki 过吗？《法华经》有吗？有 wiki pd 过吗？还是都没有印象？啊、没有反应哦。哎，好吧，那这样的话哈、哦，我自己问自己答好了。来，同学看一下哈、哦。OK， 看一下啊，《法华经》啊，《法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基本上在北川啊，诵《法华经》哦是非常普遍，所以我们很感谢鸠摩罗什法师啊，是因为他的缘故哦，让这个大乘经得以流行。有听过或者诵过《法华经》的，包括普文品的，请你诵举手一下，诵举手啊，诵举手，我们看几位哈、啊，23位里面。OK， 5位、6位、7位 ，OK， 好，7321，大概1/3，所以同学啊，哈，这就是鸠摩罗什的功劳来的啊，鸠摩罗什啊，忍辱负重啊，所以让到大乘经可以得以流行了，哈，啊，所以包括普门品，所以同学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哈、啊、是蛮早流行的，在中国，你知道吗？同学你看一下，我看《法华经》的历史哦、啊，看一下哈、啊，那、啊、同学你看到吗？成立前后啊。不迟于公元200年，看到吗？哦，所以它西元大概4世纪就传到去中国，中国它是在新疆传到去到新疆，然后呢，鸠摩罗什大概是这个时候进行翻译，所以意思就是讲啊，普门品法华经翻译的时候啊，哦，在中国影响已经1000多年，所以为什么同学啊，华人呢为什么记得观世音菩萨多是迦牟尼佛有原因的。看到吗？因为这部经啊，居然在你看到吗？哇，已经1500多年了，在中国了，影响非常的深刻啊，所以有原因的，所以他最后啊，已经成为啊哈华人的信仰之一，道教也拜，佛教也拜，儒家也拜，哦，大家都拜，然后有什么事情去求他，而且他是慈母的形象哈、啊，是非常的适合的。我问你们呢、啊，你们有听过吗？其实观音菩萨原来是男人来的，有听过吗，同学？观音菩萨是男人的，我有秀过你们 Wikipedia 哈啊，对啊，他的确，这个是在哪里啊？的佛像哈啊，同学是在敦煌佛像了哈啊，敦煌佛像啊，那边的观世音菩萨有瘦的哈，大家看一下啊，是哈，就是这个敦煌的观音。所以啊，敦煌的观音像啊，当时是有那个胡须，所以过后啊，他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哦，
的确是有改变过的哈。看一下先啊，应该要敦煌的千手观音哈。是啊，能看到吗，同学？应该也是看不到了，太小了。哇，更小啊，看得到吗？有胡须哈、哦。哎呀，是难看的、哦、没关系，同学哥，你在 Wiki 再去理解一下哈、哦。好，来我们看一看了。好啊，所以这是《法华经》哈、哦。好，来啊，同学可以就是稍微就是写一点点呐、啊，关于《法华经》哈、哦。Saddhamma Bundarika Sutra， 这个如果是之前有抄过，范文可以不抄，同学可以直接看它的含义哈、哦。主要啊，它是有讲到那、啊、同学啊，一乘原教，一乘是指成佛了，所以同学你可以写一写，关键字在这里了。法华经一乘原教就是全部是成佛的，看到吗？哈、哦、啊，你看啊，显示所有众生皆可成佛，然后这个法华经影响了中国的天台宗，所以他们都会有这个想法，就是只成佛不成阿罗汉的啊。原意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啦。啊，所以像我们同学啊，有诵法华经啊，有了解法华经啊，啊，将来啊，可以啊，去这个地方哈、啊。去就是参观一下哦 ，MCO 之后啊，哦啊，也可以去参观这些翻译经典的大德哈、哦。他是在哪里啊 ？Cave in Kucha 和新疆看到吗 ？Gizi Cave 同学，这个山洞叫 Gizi 啦。师傅上次去丝绸之路啊，没有去这个洞啊，因为啊，师傅跟那个团呐、啊，哈、哦，不是佛教徒的团来的。同学，丝绸之路哈、哦，哎，很多人不愿意去的，什么原因啊？哈、哦。你是去啊，你很喜欢知识，所以我们一上车，哇，从西安开始，导游开始讲，哎呀，那个历史啊，好过我的老以前的历史老师多多深了。所以啊，我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兴趣啊，佛教历史兴趣是给那导游讲到出来的，很不错的。所以啊，他没有说像去九寨沟啊、啊吃啊、喝啊、风景啊，嘿 ，no， 没有这些。所以这种团呢、啊，一年啊，只可以开得起一团罢了。他就是找那种老师啊，热爱佛教啊，热爱文化、啊、才去成得到、哦、所以整条丝绸之路大概花了好几千，还是很值得。嗯，一面跑啊，一面他跟你讲佛教历史、中国历史综合起来这样，好、哦，而且导游任由你问，随便到你如果问他，他也不会生气，因为他服务你嘛。啊，随便到啊，哎，他给到的兴趣啊，哎呦，我们的历史老师不懂，现在历史老师会不会有谷歌更好教哈、哦？我那个年代啊，我都是睡觉的。哈哈，哎，我都是睡觉历史课，你知道吗？哦啊、所以这一次啊，历史我们的历史课啊，差不多教完还剩下40个人了、啊。哎呦，我真的是觉得很幸运呢、啊。好啊，所以同学有兴趣啊，过后啊，你可以 plan 这条路去跑。你越懂佛教历史啊，你就越有兴趣跑那条路。那条路完全是知识性的，嗯，而且我们呢又不跑观光购物团，所以一路上啊都是从那边跑到去新疆，最后啊去博物馆又再飞回去，这样才回来，这样子哦，啊，蛮值得下哦。啊，怎么样啊？有兴趣的举手一下看看丝绸之路，好。OK 好，哎呀，按罢了嘛，对不对哈？都不用本钱的，我看应该很多人投了，4个人罢了啊，5个、6个、7个哈，哇，都不问价钱的哦，你们的厉害哦哈，啊九啊哈，不过这个投资值得了哈啊，同学，如果你喜欢旅游哦，这个真的很棒哈啊，那就找到对的对象去跑哦，没得顶，因为同学丝绸之路哈。它的 geography 哈，除了海洋以外，所有的地理地形都在这段路出现。除了看不到海以外，啊，大山脉，然后呢，大悬崖，啊，形形色色的地理呀、啊，都在那段路全部出现。因为整个丝绸之路是跨3个县的，所以呢，他们导游换3个导游啊，因为他 license 一定要换的啊，在中国里面就这样子跨着过这样子到新疆，然后呢是越来越苦的，因为越来越靠近沙漠嘛，啊，越来越冇啖好食，所以到最后啊，跑到最后一点呢、啊，我们的佛友讲，他们讲什么？
哎呦，我很挂念马来西亚的意面那个 roti canai，你在那边那10天呢，我都在吃番茄炒蛋了。哎呦，他们那吃羊肉羊胃啊，哇，臭到我真的顶不顺啊！所以呢，要体验一下，很棒的。到了大概第10天，就不开始想家了，讲哎呦，我想回家了。哎，真的好笑。所以啊，我们人呐、啊，都因为惯了啊，我们这边的、啊、哈，不觉得是享福的啊。当你去外面跑跑，虽然你是旅客哦、啊，宾至如归哦、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你要去适应的哈、啊。好啊，所以同学你可以做计划了哈、啊。啊，加上我们打的是 Sinovac 哦、啊，可能欧洲也不给我们去的了，那你们就乖乖跑中国好了。哦 啊，就有中国，这中国好跑啊。来，龙狮想讲什么？龙狮啊。如果是说，其实我在2019年有去丝绸之路，现哦，在这丝绸之路不需要从西安去了，它现在Asia 已经2019年的时候啊，开始从 Asia 直飞兰州。不，西安去才好，因为啊，玄奘大师就从西安出发，然后直到新疆这样哦。我们不是为了要行囊的，丝绸之路就是要跑他跑过的路来的。哦，所以这样子就 shortcut 了啦，而且西安是起点也是终点来的，而且西安也是兵马俑啊，哦，所有的重要的西安呢、啊，已经1000多年成为中国的古都，所以非去不可的哦。哎，不要太过行囊，去到一定要受一点苦哦。哇，就这样子坐车这样来来回回这样啊，哦，你才知道当时的人怎样子走啊，哦。啊，我也是有走过沙漠，跟你们讲过嘛。哇，我一上一下，整个人隆到完了，你知道吗？我其实擦满了太阳油，都整个隆到完了。哇，才知道，哎呦，真的是，所以我要多开几部佛经，你们好好陪我读，我跟你们讲啊。对呀、啊，不然我对不起我的西尼啊，他们那么辛苦拿佛经回来，对不对哦？啊，所以你们好好奉陪师傅，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了啊。好，来啊，同学，我们再看一看啊。过后呢，这一边呢、啊，就还有提到什么啊？哦，就是提到回响乡大哈。好，然后呢？这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terminologies 就没有了。好，这边有个图表哦，这样我就直接就给同学画一画了哈、哦。哦，它这个图表也是乱码掉，难怪。难怪我那边不出现了哈，看一下。哦，这个更难了哈。啊，这样子了，同学，那个图啊哈。OK 好，我看我就不花时间给同学了。同学，这个图表我讲讲就好。你看那觉的差别，你看到吗？啊，人天凡夫，然后小乘菩萨佛陀，他这个有 level 的，同学，看到吗？然后过呢，人天呢，哈就不觉了啊。的确，我们是没有觉的。小乘圣者是正觉啊，过呢，菩萨圣者是正遍知觉，然后呢，这个是无上正遍知觉。好，来，我稍微解释这几个名相哈。给、OK, 无上正遍知觉。OK，同学，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哈。我们讲啊，哈，正遍知啊，哈。主要是知什么东西啊？这边就觉什么哈、哦？其实就是主要是对于明法色法的了解。我们凡夫啊，一般上啊，对于明法跟色法都把它当做是我来的啊。我们有这种错觉的，是先天无始以来我们都惯了当做是个我的一个错觉来的哦。那这个错觉如何感觉啊？同学，如果你试过打坐啊，哈，身体不间调啊，一般上你会吓到的。我们已经惯了有这个身体哦，你看这个身体其实也蛮好用嘛，对不对？哦，啊，享受啊，月饼啊，拿来享受天伦之乐啊，然后拿来享受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也惯了的，也惯了有它了的哦。所以呢，一旦啊，而且啊，我们又还没有说真正证到禅定哦。如果你说证得禅定啊，你还可以放下这个五欲的乐，还有亲情的乐啊，或者是事业的乐啊，或者是就是金钱事业带来的乐等等，你禅定还没有证得。这些乐啊，都是我们所有来的，就是这样哦啊。但是这边正觉的人不一样，因为啊，他们呢、啊、通过啊很深的智慧的能力啊，破掉了这种错觉，所以变到啊对他们来讲啊，哦，啊，他们是心净国土净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讲心净国土净，因为啊这些佛啊罗汉呐、啊，他们成就之后是他没有毁掉这个世界的，他是毁掉内心的贪嗔痴，所以变到他看到一切哦都是不会有烦恼的。哦，即使是啊，像佛陀到最后晚年了、啊、哦，我背部痛也好啊，都不影响到他的啊。
国王他的整个族灭啊，被毁灭掉了吗？是家族，你知道吗？哇，整个被毁灭。但是叫摩尼佛心也是像荷叶这样哦，滴水沾上去是不粘着的啊，这是成佛跟阿罗汉可以达到的境界来的，这样子哦啊，所以呢，他可以这样，因此呢，这个就是他只有到那个境界才成。我问你们呐，其实啊，佛跟罗汉呢，如果有一天呢，他就是佛罗汉真的是可以达到，就是说他不是没有情感，他有大悲心，他会尽量的救度，那么释迦族有问题他也会去尽力去救，但是他救不到，对不对？即使全族啊被杀掉完了，他内心也是平淡的。谁觉得这一个 value 是你羡慕的举手一下，因为成阿罗汉成佛就会这样子的 accept the boundary 啊，请送举手一下啊，六位哈啊，七位、八位、九位、十位哈啊，十三 OK 哈 OK 十六五十啊，非常好，非常好，过半的了。很多学生可以放手哈啊，因为啊，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哦，因为学佛就是为了成佛成阿罗汉嘛。如果他 value 啊，你不值得你去加码的话哦，你就动力就没有了。所以给你知道啊，他会出现这个现象，但他不是试图来的，他还是很有悲心。把经历了之后啊，哎，他是安然不动的。其实不一定要成佛阿罗汉、啊、基本上禅定只要证得了、哇、他的定力够深的话，你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哇，完全不起烦恼的，也是同样情况会出现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失去都好，哇，你会如如不动的、也可以出现。问题是禅定会退了、但是阿罗汉跟佛、他的涅槃的感 体验是不退的， continuously 那个喜悦 called persistent 的啊，这样子哦。这边呢，水已经稍微有体验过，虽然没有禅定啊，但是打坐后那个内心有试过半个小时，然后也是觉得哈、哎，就八风吹不动，觉得很稳的。OK， 所以有过这个经验的打坐的，Zoom举手一下啊，大概有体验过就行了啊，大概啊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都行，有 feel 过的。OK， 四位 ，OK， 四位罢了哈、OK， 七位 ，OK， 好。好，气味好，好，同学啊，气味。那么那些没有体验的，你一定要去体验，因为啊，我们佛法、很有限的，只最多是告诉你，就是说啊，那些圣者的体验，唯有从禅定这边去推论。所以同学，你有啊，大概半个小时那种哇，平静喜悦是它在深化，就是初禅来的了。那么初二三四禅是不得了的，它会让你啊戒掉欲界的瘾是轻而易举的啊，它不是每个人都容易成功，但你要去 try 的。多数人也是可以试过可以成功，所以你要去 try 的这个禅定。那么呢，涅槃不得了，它这个禅定会对涅槃是不退的、所以呢，就鼓励同学，你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体验、你才可以理解跟推论出来哦，原来、佛法讲的、禅定的喜悦啊，涅槃的喜悦是如何啊？如果你没有去修啊，任我这样子讲啊，都讲不到的，我知道吗，同学、所以刚刚那些啊，没有去。没有试验过的要去、那有体验的要体验深刻一点、好，来，我们就解释这个名相，就是正片子、来、佛陀是无上正片子、OK， 来，无上正片子、无上正等正觉了、正片子对了，正片是一样的意思来的、好，同学写一写巴利文哈、，Anuttara Samya Sambodhi 哈、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名号了？你看无上正片是一样的、好，然后它的 definition 哦，这个跟以往一样哈、最高觉悟，然后最高的看一下写哪有没有巴利文了、是啦，一样了哈、OK 哈、是指什么呢？最高觉悟啦，就写最高觉悟就行了，无上正遍知，所以一切东西他都知道的、这个所谓的一切主要是指明法跟色法、对于你的五意五蕴、都完全理解这样子、所以这边又回到去、我们的基础佛学、就是五蕴的部分、那同学目前的知识还不够多的，所以一定要再读买成佛之道啊、可能你的 future 会再开这个课，可能你要去插那个班、或者是上去听师傅的课、他五蕴的知识才足够来完全理解、更多一点的内容、OK， 好，大概是这样啦、好，来，我们再把它讲完它、好、有请子琳读一读，另有一点、
另有一点，在中国传说中有关罗汉的生活形态，必须加以澄清。中国的佛教徒们由于发现中国的佛教史上曾有寒山、舍得、风干、布袋和尚等的诡异奇特，蓝泉斩猫、龟中断舌等的大用现前，或有弄船江上，或有吊影崖岛，或有困迹四魁，或有张弓舞叉，或有学女人而戏败，或有起肥肉而大绝，禅宗的不存规则的超佛业主的作风，因此而往往把懒惰肮脏、不修边幅、不守礼仪的出家人称为罗汉行，视为罗汉画线。中国的佛教绘画及雕塑中也就把罗汉的圣像表现得仪态乖张、衣力不整，或者龅牙咧嘴、面目可憎。事实上，我们从小乘经历中所见的罗汉生活，乃是最重礼仪的，只有六情比丘身中的捣蛋鬼才会像中国传说中的罗汉那样。这种歪曲观念如不纠正，实在是对罗汉的大侮辱。相反地，中国人心目中的菩萨倒是垂眉低目、璎珞披带、庄严万状的。其实呀，菩萨的报身固然是庄严的天人像，菩萨的化身为了随瑞应化，也随机设化，往往化成各色各类的身份。所以中国人说的罗汉行，实在说成化身的菩萨比较妥当。罗汉必是出家的僧尼，僧尼是佛法的住持者，也是佛法的表征者。罗汉不可随随便便，否则既有碍佛教的僧义。菩萨没有固定的身份，目的是开化众生，并不要求众生知道他是菩萨。菩萨故可以视现富德庄严的天人像，如有必要，往往也化身为外道屠夫乃至魔王。纵然如此，也不至于损及佛法的僧义。可见中国的佛徒们该把这个歪曲的观念纠正过来了。注解注：康末君烧匣子和尚，应心论山而困寂阁中，沿江岸设匣傍以充实，木卧白马庙子前中。好，感谢。来啊，最后一段请佩玉读一读，有请。古代梁氏有布袋和尚在诗名风化，其袋中常有薄被、木腐、鱼饭、菜肉、瓦石等物，以上均见佛祖宠记卷四二大正藏四九三九零页二宋真宗时一周沙门自蒙许氏一景一喜食猪头，言人斋祥无不厌，夫人为小舅，自号周许姐夫，作画时遗言物是定光佛，奉其真身，祈祷神音不懈，四目之猪头和尚。佛祖统计卷四四大正藏四九四零三页三南北朝时有宝智大士，铁铸锦报以检测进废，主张头部之而行，儿童见者华柱之，或微数久，或礼日不食，倘遇食秽鱼者，从就之，食吐水中，皆成活鱼。参阅佛祖统计卷三六大正藏四九三四六页。好，来感谢了，同学，我们消化这一段。
好，同学呢，这一段呢不会太难。那么呢，我们其实啊，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哦。举个例子，我们看到中国的罗汉呢、啊，看看会不会说非常的难的看呢、啊？根据啊，就是圣严法师所讲是，中国的罗汉一般上啊的形象哦，都不是很好，主要是受到啊禅宗的公案的影响的关系。因为啊禅宗啊这几位和尚对不对哦，就是这些寒山啊、士德啊、风干啊、哦、他们修禅呢、啊，他们是比较这样子讲啊。他们比较奇怪的在行为上了，你看一下同学看到吗？你看他头发 ，OK， 对不对？好，看到吗？呢，你看他头发就不修边幅的，这是出家众来的我。但是啊，他禅宗啊，他情况是蛮独特。同学看到吗？你看，啊，他的头发，他的形象啊，你看他菩萨是庄严的，看到吗？哦，那这一些哦，你看到吗？基本上菩萨是庄严的，但是就是这种啊，在中国里面呢、啊，哦。他这些禅宗啊，他因为啊，他们的法门是有点不一样的，他们呢有点制止人心，他们有一些很比较极端的个案啊，有一些禅师会拿佛像来烧的，你知道吗？我们讲佛教讲不杀生，但是南拳禅师把猫砍死掉，你知道吗？为什么出现这样？在禅宗里面呢、啊，当他们呢进到一种禅境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是可以不受限的，就是按理论来讲啊。他们是可以证得空心，所以这些东西他不受限，而且他们用一些这样的手段、啊、来帮人开悟、啊、但是这一些形象啊，因为过往、啊、很 confused， 所以呢，禅宗、啊、有时候给到我们外人的形象、啊、如果他没有好好的参禅呢，没有人开悟、啊、他留下就是很多一些讥讽的话语啊，我们都是吃饱了饭啊，就拿来胡说八道了，这样子的会出现这个现象的。所以这些禅宗啊，它里面很多这些这样子的。公案、哦、加上我们形象化之后，随便到都以为阿罗汉是这样的款的、啊、怪怪的、哦啊、就还有包括、啊哦、就是、啊、我们所谓讲的、就是这个布袋和尚啊、哦、啊像这位布袋和尚这样子、哦、他也是很深入民心啊、哦、就是啊、哦、都是有点疯疯癫癫啊，类似这样子的形象、哦、那么圣严法师是其实啊是想我们呢、啊、进行一些改正啊，像啊这布袋和尚啊、哦、给我们感觉就是有吃肉啊，有喝酒啊，不过他是圣人来的哦，他都是啊、哦、去嘲讽那一些啊。就是啊，一些修行人啊，假正经的人这样啊，哈、哦，所以你看到吗？加上这种的形象，以为阿罗汉是这样，其实不是的，正好得罢了。这种啊，反正是菩萨来的啊，因为菩萨、啊、才会不计形象啊，哈、哦，变成种种的摆灯哦，去度不一样的众生。其实这种反而是真正菩萨经典的形象，真正罗汉是得罢了，就是仪容端严，举止威仪。因为他们是出家众，也是光头的。菩萨呢是可以居士和出家众在家中，而且菩萨身中可以多番变化的。所以呢，这一个就是圣严法师想尝试做纠正呢、啊。我是觉得应该是蛮多影片呢、啊、带来困扰给我们吧？有吗，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影片呢、啊？把就是罗汉跟菩萨的巴列有吗？近来有没有什么影视片集或者过往什么影视片集？制造的形象是等芭蕾的，有没有？有吗？有举得到吗？有谁举的案例吗？除了《西游记》以外，不，《西游记》唐僧是出家众还是端庄了、哦、不会不修边幅了哈。师傅，济公啊，济公啊，我说济公又神又佛这样、哦啊、又道教又有，济公是吃喝酒 吃肉嘛啊？对，济公的形象啊，应该是偏向罗汉的哦。啊 ，by right 这种应该是菩萨形象才对来的哦，济公啦、哦是了、哦、然后呢？以前呢，我有看过一个观世音菩萨，很小的时候，那是无线电视赵雅芝做观音的，所以有看过赵雅芝做观音的啊，有看过对不对？好、哦，那个观音啊，很独特的，过后会跟妖魔鬼怪打架的哦，他打架可以很多手跑出来，很好看的哦。
所以啊，就是这种啊，是菩萨才会有的，罗汉是不会有的哈。啊，但是这些全部都很好笑的哈。啊，就是啊哈，那个菩萨啊，赵雅芝啊，他因为不会开悟很苦恼，你知道吗？啊，结果到最后啊哈，就是他的那个金童玉女啊，差了那个杨柳枝啊，哦，他就开悟了。然后那个佛祖跟他对话，那个佛祖啊是搂怀旁坐，哎呀，笑都笑死了，真的是哈。来，我们看一下哈。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人物要特别提一提，就是宝智大师哈。哎呦，这宝智大师哈，他跟一部忏法有关系，你们一定有拜过的，那就是梁王宝忏啊。那宝智大师不一样，他其实啊，我有看佛教史哦，连日本学者都说，他说这个人可能有神通的。那这个梁王宝忏为什么跟这个宝智禅师那么有关？同学，你看他的记录，你看到吗？他说啊，这个叠住锦袍啊，他讲啊，他用剪尺进伏藏啊，头覆之而行。他说啊，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头部来走啊，儿童看到追他哦，还有喝一些酒，或者是常常不吃饭的啊，或者是啊哈，要吃鱼，看到人家吃鱼哦，他也去吃的。不过他吃了那个鱼吐出来变成活鱼的，所以日本人学者都认为哦，这个宝智大师宝智禅师有神通的啊。那么这个哎，宝智啊，宝智大师是不是智公禅师啊？来，我口风一下先啊。因为啊，梁王宝忏的这一位的作者的确哦是很了不得的，是宝智禅师吗？我口风一下先啊。啊，是宝智禅师的，同学看到吗？魏晋南北朝。418-514年、啊、也叫智公禅师了、哦、为什么他那么出名、哦因为、啊、就是、啊、跟梁王宝忏的典故、啊哦、是也非常有关系的，梁王宝忏的典故、哦啊、梁王宝忏呢、啊哦、主要就是皇帝、啊哦主要就是皇帝、哦是叫、啊拜这个忏啊、哦给他的他的老婆啦，因为啊这个太后啊本身呢、啊、就是一个存心不良的人来的啊，他就是啊哈设计那个 dinner 哈、啊、就是放肉啊，然后啊就是要让最佳人破戒啊，所以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啊，他变成一条大蟒蛇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哈啊这个梁王宝忏的来历啊，是目前啊哈。拜了就是梁王宝忏梁王宝忏的来历、哦、基本上啊这部忏啊拜了1000多年，所以很有独特。来，看到吗呢？蟒蛇吧啊，他梦到他太太啊西施和蟒蛇的关系哈、哦、啊，所以变到啊就是可能古代拜忏的方式跟现代不一样了哈、哦。现代的人拜忏呢、啊，看到都是庄严的场面。然后有时也是会拜得蛮快了，不大懂他的意思了。我相信古代拜忏肯定不是这样拜的，现在可能拜忏放太多心思在这个唱腔了啦，哦，啊又唱嘛你妹妹哄，什么调都跑出来哦，变到会就是会把忏真正忏悔的那个意义啊，会把它淡化掉了。不过他又令到他可以大众化了、哦、啊，所以同学梁王宝忏你有拜过的话是就以后啊拜这种忏你可以把它请回家先自己阅读，因为你们读久佛学啊自己可以 wiki 啊，慢慢可以把它弄懂它含义就知道了。所以待会啊、哦、完了啊同学可以随喜功课，就是这个宝智禅师跟梁王宝忏这个你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忏呢给流传1000多年哦，然后历久不衰，一定有一定很独特的道理的哦啊，这个梁王宝忏呢哦、啊，所以就是主要是这个西施的关系。UOD 啊，你们沙拉佛教会好像每年都拜梁王宝忏，对不对？是吗？是的，对不对？是的，啊是啊，对对对，所以那个典故哦啊，同学值得去理解他的哈、哦，这个梁王宝忏哦啊，所以呢，他的作者智公禅师，我看过梁王宝忏哦，非常有水准。我再给我多10年都写不出来，很佛法很深刻，非常厉害。而里面呢、啊，它其实蛮多、啊。如果同学你有学过阿毗达摩，你去看，它里面有阿毗达摩的。所以当时的法师啊也不简单，都是大量阅读啊，啊都是有大量阅读的。基本上啊，我读过的他们都读过的，他们读过我未必读过，所以一看就知道哇，可以写得出来了、啊、是不简单啊。只不过他的方法哦啊拜法跟修法已经
已经随时代演变了，有一些改变哦。啊，所以同学呢，有时候啊，去，我还是觉得了哈、哦，你去这种这样子的拜忏了哈、哦，啊，这些这样的庄严场面呐、啊，哈、哦，我是觉得也是有些好处了哈、哦，因为你整天待在家里的话哈、哦，不是 Facebook 啊，就是 YouTube 啊，哈、哦。然后呢，那个韩剧一看就是十套这样啊，你还是跑去这种拜拜忏的哈，去清静一下比较好，我是觉得啦，对吧？好，我是觉得啦哈啊，因为啊这个啊泰国都是一 click 之间，对不对啊？一按就 YouTube， 一按就 Facebook， 一按就是可以看戏，你当然也是可以一按就是佛学讲座啊。我是觉得佛学的吸引力啊，还是比不上这些美剧啊、韩剧，我觉得比不上。所以啊，你还是乖乖啊，跑去寺庙啊，好好的去拜轮忏啊，可能价值还高过你待在家里这样子 click 来 click 去这样，对吧？认不认同是吧？好啊，你看你们全部认同，你们自己自首啊。所以啊，这种娱乐啊，它的那个吸引力啊，很强的。我们呢、啊，我在想啊，我要几次讲课讲到现在连续剧那么吸引力啊，也不懂何年何月啊。好，我要做很多后期制作才那么 interesting 啊，是不容易的啊。好，来我们再看一看啊，所以呢大概就是介绍这一位了。这个是过后啊同学随喜功课哈、哦、啊，可以就是Vicky 这一位大师哈、哦、然后呢有机会啊，现在开始开放了哈、哦、哪里听说有参访啊，除了有的沙朗佛教会啊，还有哪里也常拜梁王宝忏的，可以 Zoom 举手一下嘛，还有什么道场常拜的同学知道吗？有没有他、啊、也没有啊，哦，还是我已误会了啊！我印象中是这个忏啊。哦，玉梅啊，玉梅是耍阿拉吗？一样吗？还有哪里的佛教会？你们其他佛教会没有拜？师父应该佛光山有啊。啊，对，佛光山常拜的。我以前居士时候啊，是慧海法师带的，我都去拜过一次啊，是梁王宝忏来的，是眷嘛，对不对？哦，这好啊。不过有时候啊，他们像赶时间这样哦，哎呦，拜忏像坐飞机这样啊，啊，真的快都追不到。啊，所以有时候啊，你一定要有一些去，要做点准备功夫啦，哦，你不能够想到去啊，就拿完所有的功德，要自己做点准备功夫啊，好好的理解啊，然后反照哈、啊。不过现在你们上网就可以看了啊，同学可以试阅读看，就待会啊，下课啊就找一卷啊来读读看，看看你的佛学程度哦、啊，看看师父对于这一部忏法的赞叹哦。有没有空穴来风？好啊，都是可以试试看看。我如果发现也真的不错，你就可以多看下去，拿它来反照自己了。哦，拜忏的目的就是这样了。好，同学，我们就完毕了这个哈、哦，这里其他就没有什么值得提，我们就去到大乘不共法，就是佛教的基本的教理是什么？我看一下，显得现在3:07了哦。嗯 ，OK， 好好，没关系，就我们就开个头来，就有请慧宾读一读哈、哦，佛教的基本教理是什么？佛教的基本教理是什么？佛教的教典之多，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所以到今天为止尚无法硬性地指定那一部或那几部是代表性的佛经。在中国之所以有许多派的出现，大体上是由于所宗经论的立场不同而产生。不过佛教的教理有一个基本原则，那也是释迦世尊对于宇宙人生的特别开悟，悟到一个原生的道理。所谓原生，就是因缘所生，也就是由于各种关系的结合而产生各种的现象。比如一篇文章的能够成为文章，能够到达读者的手里，能够使得读者明白一些有关佛教的问题，这中间的关系因缘看来简单，实际这复杂之极。文字的来源及修养，知识的累积及吸收，作者的健康日程及见解，加上文具的制造及应用，文稿的剪字排版及印刷，邮件的寄发及传递，
最后还得有读者自己的兴趣、知识及精神，才能完成一篇文章从作者到读者之间的任务。这种关系因缘的举例，倘是初见而明显的，若要更进一步的考察，每一个关系的单元上也都连带着许多关系，这种关系连带关系的现象便是因缘。好，感谢。来，接下来请译文继续读。事物的出现是由于因缘的聚合，事物的消失是由于因缘的分散，这就叫做缘生缘灭。正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缘生缘灭的，都是变化无常的，也就证明一切的现象都是有假有的、占有的、幻有的。从一个水面的泡沫到整个的世界乃至太空的星球都是一样，都不是永恒的。竟然不是永恒实在的，就证明是一切皆空的。所以佛教称此道理为缘生性空。佛教一向被人称为空门，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大家对于佛教的空义又是误解的多，因为佛教的空是说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这个空相当于不实在的意思，而不是不存在的意思。多数人以为空了就一切都没有了，其实佛教是从延伸关系的分析上说明空无实体的道理。正像一辆汽车，如以化学家的眼光去分析，汽车就不实在了，汽车仅是各种元素即关系的结合而已。但从现象来说，当汽车尚未损坏到必须送进大熔炉里重新熔着的时候，汽车还是汽车。所以佛教讲缘生性空是着重于本质的分析透视，从而警惕我人是生存在幻妄的境界中，不要为了幻妄的名利物欲而变成名利物欲的牺牲，这就叫做看破，叫做放下。好，感谢。来，同学，我们消化这一大段了。好，来，同学，我们现在呢开始去到啊大乘不共法，第一个就是最基本的教理。那么我们最基本的教理啊，就是讲缘起性空，缘生缘灭。同学，如果刚刚啊你有留意看呢、啊，慧宾读那一段呢、啊，你会发现，哎，有什么独特嘞？这个我不是早就会了吗？对不对，同学？是不是？哎，我们学啊科学都是这样的啦。哎呀，都是众缘和合，众缘和合，众缘和合。哎，这么会讲，这不是很独特，会成为啊佛教众多的道理的呢？好，有道理，有原因的。哎，可能在下堂课时候啊，时候再说出来啊。啊，那么呢，我们经常啊会被误会啊，以为空是空空如也啊，不是的啊。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无常是指会变化的意思。那么呢，所谓的空性啊，是众缘和合的意思。所以同时，它众缘和合的时候啊，它就会聚起来，就出现一个假象。有的存在的假象，那么缘灭的时候就没有掉啊。那么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刚刚我们的句子里面话的时候有提到，其实啊经常啊关照这个因缘是
因为你知道它是众缘和合的话、哦、你就会破掉、啊、你那个爱着。同学基本上、啊给我们快乐的感受的东西、哦比方说可能是一个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家人啊，或者是金钱啊，或者是你的车子啊，凡是给你感觉快乐的话，你就不想它有变化的、啊、所以呢这种叫常见来的，你希望你的快乐持续下去的。当你看到我们的乐受益没有、哦、我们会把它刺激出来的，对不对、哦啊、所以你喝茶会越喝越浓的，赌博啊注码会越下越高的，这个就是背后啊、哦、我们有这种常见啊常乐我见的邪见驱使的啊。但是、啊、这种缘起性空啊，你经常这样思考哦，或者是当你有爱着啊，你告诉自己哎，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你会对峙得到的。虽然呢、啊、这种思维啊还是不是说很高深的智慧哦啊，但是啊它对于啊你的心对它放开的执着哦很见效的。有一定的功效、哦啊、所以呢同学我们课到这边，那我们在下堂课时候、啊、这个缘起性空会更进一步的、啊、去进行说明了的。